我先走了。看到你的眉头又皱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经常会看到你眉头皱起来，每当你眉头一皱，我的心里也是很难过。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把那么多的事情都放在你的心里呀？好啊，那我就把我心里最担心的事放下好了。不过，那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呢？没事了，再多的事情，一件一件解决也会轻松一点。更何况，我还有你在身边陪着我，不是吗？走了。小伙子，又来了。弟弟塞这样就吵了，吵多了会伤感情的。没吵。哥们难得在这吃尽苦手。上回我见到你，我回去啊就跟老婆学来的，一吃惊大小伙，大半夜在小青林守着。我老婆还怪我没多鼓励鼓励你呢。原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对对，只要长得帅，就誓死遵守。没你追不回的姑娘。奶奶，看这样子是蹲守到了，笑得春风满面的。哎呀，这今天要是没开车，真想跟你喝两杯。你不开车，我也要值大夜班的。行行行，你收你的姑娘，我收我的小鸡去了，走了。加油啊！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四个月。四个月零一天，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，我进店里还没十二天。我想你了。想就下了。
怪你，才喂你吃了，你怎么还这么饿呀？嗯 ？Don't move,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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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't move. Yes. 乖乖，你再玩一次啊 ！Don't move, don't move.这么能蹦，不练跳高可惜了。你一直没走啊？嗯，反正也没事儿，在你家楼下听听歌也挺好。而且你们这环境不错，闹中取静的，绿化也挺好的。哎，拍什么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感觉你们好甜蜜啊。我还有十分钟就要走了，要不上车坐会儿。嗯，你怎么脸红了？嗯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脸红。早上气温低，把衣服盖上，别着凉了。你是不是一晚上都没睡觉啊？差不多。那你困吗？不会，平常训练和赛前营救战勤的时候，经常会熬夜通宵。你有没有时间补觉？当我看见你笑容的时候吧，我就精神百倍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我去弄点吃的给你？不要浪费我们短暂在一起的时光。嗯。四个月了，想要什么礼物？什么都不想要。现在想。还没想好。我想永远不分手。永远。怎么了？你的意思是想结婚？啊？现在结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？你很着急吗？我不着急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爸妈那边有一点麻烦，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是太短了，你又还没有毕业，你可能不太清楚，你妈对我有一些意见，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解决。如果现在去跟她提结婚的话，我怕她会拿着菜刀来找我。我妈对你有偏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我以为你不知道呢。结婚这事儿暂缓，别的条件我都可以满足。你可能有点误会，我并不是说现在想多去。啊！这怎么了？你爸出来了。我爸，他每天早上都遛狗，不能被他发现，被他发现我俩死定了。轻点，别碰着了。这样啊。我去引开你爸，然后咱们声东击西，你听到没什么动静的时候，就跟你溜回去。哦。那你先把头挪开。哦。